港人不想消费，吃喝玩乐我哋听多，有冇谂过喺内地住呢？我哋而家去广州南站体验下一小时嘅大湾区生活圈。通关都好顺利，候车站其实几大嘅，准时就开始出发去广州南站。有今日系平日啦，你都见到啲人咧系比较多嘅。而家就到咗广州南站，一个钟。讲两句啊，有咩服务啊？高铁嚟到南站，我哋会有接送啦。距离我哋嘅销售中心系5分钟距离嘅车程嘅啫。翻屋企5分钟。系啦，如果整改咗站台之后就好方便好近噶啦。呢度规划系人车分流噶嘛。系而家呢度都好干净。之后仲干净好靓。啊，呢个巴士有车坐，我哋使唔使等埋其他人？抵噶啦。哇哇，尊贵嘅客人，尊贵嘅客人。啊，呢啲房车嘅质素嚟噶。包车好劲。辛苦晒师傅。我哋而家坐5分钟咁就去到个楼盘，香港真系好鬼类似啊！哇，好靓喎！打够晒，呢度有少少资料睇，有个 leaflet 咯，然后就有啲户型图，见识一下。听说，多谢你。I C 就叫波少汉方 B 啦，同埋叫做波少潮流党。我哋广东话咧叫做沙盘，但系咧，香港客户咧，我哋会叫做模型嘅。讲呢个沙盘一个位置先啦，呢、这个咧就系我哋嘅28条轨道嘅南站，广州南站系全中国目前最大嘅高铁站，现时停运啦。咁我哋会分为咗呢边叫做东商务、西交通。咁西交通部分咧会见得到啦，我哋会做个7层高嘅出租车楼、公交站、长途客运站、网约车站。咁而家南站其实系唔系咁方便嘅，但系收容机会帮佢全部改到好好嘅一个公建配套。佢2楼以上咧系我哋嘅叫做商场 supermarket 商业部分综合体啦，量大啦，人会杂啲啦。咁如果住宅放喺度，其实会影响个居住。咁所以我哋放咗呢个距离。咁我哋而家卖紧呢个地块咧，离佢咧就500米度，个位置咧我哋叫做最佳嘅居住距离。在香港来说起到这些什么南北对流已经很奢侈的了。第6所有的都是这些。Bowes Park, 听完书就逛下这个豪宅级数的6000尺会所。有齐各种设施。会所高级就正常的，因为这个豪宅区来的。地方大，环境靓，总体感觉都很奢华。看完个会所就去看楼了。物业仍然是一个楼花，所以要戴回个头盔入去工地。呢度嘅园林绿化咧，除咗立体之外咧，佢好抌本啊！1年4季都会有唔同嘅时令嘅包围。成个环境其实几靓，好幽静，适合居住。由现楼俾你睇，个入门真系好高，超高。总体嚟讲，维持三鸿基一贯豪宅嘅作风。至于单位嘅详情，我哋下条片再睇。拜拜。